快为金钟50按赞，天天送5000，还有机会玩彩金摇摇乐抽6万大奖。机车、摩托车、机踏车，一辆一辆停满满。骑车容易，停车难，骑士到底怎么办？就是找大洞一点，不然就停远一点。我的也常常被硬塞啊，有时候也牵也不好牵。机车池停车没车位怎么办？就怕奥博来乱。奥博第一招是凹洞后照镜，正所谓头过身就过。车格距离这么小，机车想要停进去，就得把位置空出来，也让换后照镜成为所有机车车主的痛。这一支后来不装啊，因为就是坏的很容易被撞坏，尤其是这一边的。使出吃奶力气，前扳后扳，但车停这么满，其实也有招，只要能在边边位置挪出空间，机车压线挑战法令极限。机车把后车轮停在车格里面，但是看到前半身全部都在线外，这样合格吗？停车扳车真的挪不出空间了，最后只能把后车轮卡进车格里，还有半个车身在外头。其实说这样也还算是停在车格内吧，但这样可是法令的模糊地带。警方说个案认定太过协停，还是可以开单。全台2100多万辆机车，马路上啪啪噪，停车成了大难题。但小心了，使出奥博可能让你罚单跟着来。记者黄杰、张王一超，台中报道。